你爱先煎过，煮汤较会好食。来500块来过一下，八块钱，还是不是啊？没有，几多啊？几多？下班全家全部全家要来500，先叫姐妹来过一下吧。公斤的，我这两包买500，砍你50块啦，你唔该买先。原来仙草是美女哦、喔。不急。啊，你要吃500块，我跟你。我才不想跟你们说嘞。你本来要金钱我，买500。开始啊，无得本钱袂，你开始吧。来三百，300块来了了，来过下巴，少一个金钱。来到边下巴走的。刚刚买下巴的举手，真正走啊。300块买无一公斤的，这一公斤的300，来伊啊，我来200块还袂。来五个人买都，来下巴200块来。最针对他们的猪皮手，来200块来。真的啦，我卖这样太便宜了，一包就不止200了，一包。一包等于200块，过一下巴，200块等。来200块，赶快要吃过一下巴的，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煮汤都可以。来200块来下巴，最好姐你好，过一下巴来200块来，进来。来，赶快最后一位喽，下巴200块来，没有就没有喽。来，最好姐人给200块来。讲实在，我未下巴，未安尼实在未欢喜。来200块来，拢总买完哦。我一看到少啊，所以我知影我200是在卖，欢喜的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200，这包就绝对要卖200，你当不了钱。有小家庭的无？200块都有这包客的。哎，你有买到过一下包无好吃？注意说，食老空间，食到200岁。啊？安尼哦，啊无一包敢好？来100块存一包，上面搞微微，过一下吧。来，站这边来。来，铁路猪排来200块啊！来，别吃铁路猪排，最好去新北啊。大家我唔知进购铁路猪排啊。嘉宾好了。有啦，你有买过，不用看那么仔细。好吃啊！3.82啊，4.5条，来200块，九前面来6点，来7点，来8点。来9点、10点，来200块铁路猪排，阿妹妹赶紧，200块得。哎，你哥搞找看什么俊辉哥无买着，紧来啦，应该伊拢买着，人工精品，来10条。等一下，我会找去。200块。我拿猪脚啊。我拿猪脚啊，好。来啦。来8点。我会找你们。他要买1000哦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哦，不是哦，我要买1000。太难了，你先别买1000，我买刚刚好，中介人都买1000。好了，来铁路猪排，谁没买到？这边都没有买到猪排啊，各位。哎喽，9点，来7点，8点，9点，10点，最后两个人给哦，无铁路猪排哦，用煎的就好了，气炸锅也蛮方便的哈。来6点，来7点，8点，9点，来10点，最后一个人给300块的，最后一个买300。今天最后一个买300，你买澳门几条？你绝对买袂了上个啦，来300块，有人无买着，要装备嘛会使。300块，多谢啊！这边哦，以前要往前，我到这边亏钱了。已经买了，再买。有没有人买了还想再卖？再买一份的来，300块全部拢我。那就买2份。买2份的是谁？可以冰啊，可以冻起来啊。来300，都给你。不要那么多，那400。没有，好了，今天虾饼好了。好了，虾饼好了，好了，不接了。来，黄宇，我给画画啊，你讲黄宇，你不照啊？来，点虾饼，两份，两份，好，三份。来，点虾饼。来，多利鱼200，最好钱了，给多利鱼200过来。一包1公斤来200块，谁要吃？没有钱，没有火，没有皮，一包卖别人多少钱？200弄我来200，这边多利没有了，不是300，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多利鱼200块，拢装备有啊？伊美瑞那，我买一包100块，来一包了，剩2包两个，我买你买一包，哎，剩2包，来多利1公斤100块，最后两个，为什么进2包，别个进个袂袂出去啊？多利还袂买牙签。100块俩，王宇买500块来，王宇，遐米啊够无？干脆出来见。我今日足够无好啊，那无阿姨讲你多啊，无我袂见面啊。
买黄鱼，我爸过来，我那边讲黄鱼吧。刚才没有买到黄鱼的，麻烦你们动作快一点哦。哎，你现在再不买黄鱼，我真的没有黄鱼可以卖你了。来，我爸过来，来就前面吧。来，我爸的黄鱼 ，Hello， 想吃黄鱼的举手就好了，我不会勉强你买。来呀来呀，没我爸，没十八，几十块转就要我爸了，我不便宜了。来，三百块我来，三百块就前面黄鱼，三百块来。阿姨，你要吃鱼不？我开开好啊，好不好？你也不会搁上一杯哦，你，我不要你，好不好？啊，钱银出来，钱银出来，搁加一杯，好不好？三百。钱银出来，搁加一杯。我讲真的啦，那都唔俾我包，我今天做开始，我今晚俾你吃。是啊，昨天离港有卖哦。昨天离港有卖哦。最好几杯两。一千的。来给你。咋不要你？昨天离港有卖哦。来，三百块。还行。昨天有去的谁？来一千的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位了。昨天谁有去？建志好像有去。来三百块，都杀好了哦，回去不用杀鱼哦。来三百块，最好几杯两杯。来三百了。我，你跟谁收一千块的？阿妈。喂。帅哥。我感觉你别个塌袂啊，你塌袂啊是白菜外钱。来，我给三百块来。你敢上收钱，你就袂记。你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无买黄鱼，今日最后一个了。乖，你生意啊特别好。昨天李港生意特别好，真的吗？来办暖气，卡拼拼来，黑奥啊黑奥啊，一包一斤的。昨天李港生意很好。加热打开，里面有副蘸酱，非常好吃。来两包五包的。我料料还不啦，就没给我备了。哎，这个超好吃的万峦猪脚呢，这两包五百买不到了呢。是啊，我宝贝贝料料哎，来开四百了，万峦猪脚来。无遐俗的万峦猪脚，两斤买，这两斤当四百买袂干，一定要五百。这两包料料恁自家加热就好了，来三百过来。好，谢谢。我谢谢华林东做有遐少的物件哦，来三百块来做阿妹来，好请大哥阿妹哦。万峦猪脚，这个加热就已经熟啊，你再用我烧。啊，迄、那个内底有一包豆，甲温咧吃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两个人去万峦猪脚。来三百块，个人要吃吧。万峦猪脚不是一包三百哦，是两包三百哦，没有那么便宜的猪脚哦，金杯，阿姨你干杯。做价你放心，这我拢捌吃过啊。你吃完你准是一包两百。无可无迄落两包三百，会其他卖讲，无够那少啊！来三百拢完吼，来阿姨的咸鱼啊！来盘啊大个哦，我吃个拼拼。对啊，阿姐，昨天跑离港真的很拼。嗯，昨天有去离港啊。哦，够难够好。你骗你们了、啊。阿公上课都坐人诶。哟，我坐人诶，你规条路拢无人排，我排。哈哈哈！哇！你上我你看啊，因为真正风格好啊，讲你讲哦。以前我俩准伊遐吼，迄落雨天风台顶，伊无法度做直播咧。我若无出去缀，互缀做奖互伊缀吼，伊无缀伊啊吼，伊就无聊，规工唔知要哪过。所以我斩无袂伊啊，我伫遐甲伊搏掉。汤包应该是没有。这南门口店面皮一百十，汤包应该是没有了吧？已经少啊，来后尾吃唔免五百啊，来三百块招钱买来。哎，你店面皮逐礼拜拢搞买咧，拢吃完哦。安尼哦，你客这边都系越南的哦。哦。我后面要加鸡蛋。无啦，头五啦。头五噶？我啥讲头五都丢。你讲加鸡啊？我讲头五啊。来三百块来，招姐妹来，南蒙啊，咸味片，阿姨，你得几盘？一盘得哦，去啦，你六个啦，继续三。你讲汤？来三百块，我讲汤，我阿婆，等下我讲汤。来三百，所有人要吃南蒙啊，咸味片好吃，你要五份。你听唔到？请假啊，几份？最后一份就好了。你会交钱，我就知道你要多少。三百块来。进来哈。这个两礼拜你就看袂着我的人，这个看没啦，真的。我卖讲八十啊，一日卖讲卖你八十啊，一日卖你六十多，这半嘛爱死啊你啊！给你话者，来三百块，来赶快，来这边小姐赶快钱给我，不要再笑了。虽然你笑起来很美丽，可是赶快拿钱比较更美丽。来三百，我来背地给你。来三百。
我要看啦。营业时间是几点呢？伊足少出来开钱，我爱开钱，钱开啊久啊。下午一点半开始。下午一点半到六点。搞掉你！来。他大杯对不起啊。来，老板拿来呀。好啦，我拢给钱了。是的，你们快点拿钱，再不买没有了。来，十袋开对进来，十百好年了。你摸一下来，来，大哥来。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就那几个，五个，这里一个哦。十片哦，十片哦，一个人都十片哦，我没有少给你们哦。来，下面饼够吧？来，给你。哇，你搞定哦。来，安内有塞。大哥还可以，来200小他。十片，十片，一个人。对，修兰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陈修兰，你只问我营业时间。你没有问我营业地点，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你只有问时间，你没有问地点，你确定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来，去找去摆。来大嫂来，哎，我大嫂人抓谁啊？啊，两个软包。来，点虾饼来，谁要虾饼的？都妹妹好不好？三个客人来100块来，今天虾饼不啦？出去包你。这是虾饼，这不是乌龙面，金饼，来100块，100块你外口要八块啊，我10块，再11、12、13、14，100块得100块来，来啦，水球伊那。啊，新打港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厉害啊！100块来，好啊好啊，只收的，我无确定三个有包无。来100块来，来14片，我包有三个，别十三个，别别来，来龟同阿花花500块一个面，那个几条？来500了，很贵，为啥不要？我来一下厕所。来领导，来没下不？龟头啊！小伟哥，你唔好讲谢谢。你今日咖啡我唔带啉偌济，也许阿哥南我啉倒去咯。哎，来，哎，你头300块不要买金钱，你要不要？300给我。我你要华语啊？300也是三百，不是300，总共600，快来。真的啦，我黄宇是卖500啦，这里有6条都杀好了，回去切一切。这是野生的哦，来杀半后直接让给你。还有多少吧？啊，我是卖500，我看你真爱抢，才卖你300，肯定你抢我。这才抢6块，来，有人要吃鱼头无？来300块来，来2条无你煮啦，这挪威哦，这挪威的龟头很漂亮哦，煮汤超好吃的哦，一碗。真啊笑，客啊笑，我想要笑人客。对，欢喜得。来，免300，200块来。鱼头啥物煮的？紧嘞，旁对。哇，你要吃鱼头？等一下啦，那么好玩，等一下再走啦。他两个刚关小门，70几岁，这个帮俺跳。来，70几岁做梦啊？哦，你最近30几岁落的？哎。哦，哎呀，你嘛来啊！阮好朋友拢来啊！哎，鱼头我卖300，卖你200，无人饮钱哦。来，你两个买买，好啊！了了呀，来200块来，这样捧一罐对。来200块龟头，来大哥买两块。好啊啦，来最后一个人给鱼头我。哦，你要弄我好嘛？你安尼？来最后一个200，无啊鱼头，没有鱼头了。老板。一包不包，要100块，一包啊！对，一包要不？时间无差，麦克你要花来，我比啊！大麦克来啊！这几位哥无买着，一包可要2公斤啊！这是原味，这袂咸，细胞呢？你袂买这，我买多这哦，你买。一人一包，要卖450，400，不管买多少都可以宰配。来200块，不管买多少都可以宰配。大麦克，只是。来，宰配一箱的运费是250哈，所以你买多一点比较划算哦。一包200都卖完哦，厉害！一块人卖实在厉害，一包200块买不到人，这四袋就超过200，这一包10袋呢，来200块。乔犬拜拜，乔犬是谁啊？你要吃几块嘛？这袂香。乔犬是谁啊？哎，这袂香，200块的，还60块，大，那个鸡腿真美，这大块一点。哎呀，200了，安尼200了，够俗，够俗。这也袂难，伊就较早提钱，我讲啊，钱我也要欠钱。好来，是你也袂伊的，互你买啊。
嘿啦，阮遮的人皮拢袂歹，但是你爱三百阿百容易。来，吃龟尾来，三百块。龟尾谁要吃的来？啊，金龟哥今天去开龟箱呀？十箱啊？啊，十箱而已，没有破纪录。哎，那是我的错了。来虾饼来。对啊，现场很好玩哦。李丫丫，李丫丫，来虾饼，李丫丫，现场开始了。来，最好解冷巴，一包好，存起包两，田园虾饼没有了，最后一包超好吃的，这不是乌龙饼，还是熊心丸，还是虾饼？来，要吃龟尾三百块来，烤鸭炸虾都有哦。来，龟尾有水无？哦，真正水的，这我教你要怎煮啊？这边甲半边落，安尼落蒸倒，蒸蒸的三五椒，安尼就做好食啊。你若要吃皮吼？你就为陪这边来蒸较吃，来有要吃的来三百块来龟尾，对哦，没有咯，没有龟尾咯，一只鱼啊，一块尾啊，两来只十只，你来三百块来龟尾，来谁要吃龟尾的赶快，来三个而已哦，没有哦，无龟尾哦，来三百块上面吃鱼尾啊，今年龟尾，来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应该龟尾的三百，你哥路，三个人今年要吃不？旁对蒸，旁对蒸，旁对猪皮手，来两百块来。两百，得啊啦！你怎么办嘞？来，过一阵子就要看，就会看到我。还要过一阵子哦。好啦，不要稍微归位啦，我吃快一点啦。来，阿要吃铁板面哦，红的哦。我要红的，那都有诶。来，要吃五百块来，两个人给买了，五百块来。红的要吃五百。杰哥，头先买几多？你点买两盘，唔嘛去计买啊？哎，红的五百块来，你两个买买咯，袂见买啊？来，一人一份五百块来，两盘了无？真水哦！要啥无？要做胡椒嘞无？五百还有冰块都给我。为什么要冰块？你给别人。要吃无？五百这样一盘死啊无？开始吧，来三百，两个人加买倒，这样拍一盘方的，三百块嘞。还有小金方的，较贵不啦？我阿刚提来俾你。有啊吼，全哥你可以还到。你哪个三百？哎呦，真的。我提见面。为什么我叫伊买伊就买啊？我邀请嘛，邀我伊就来捧场。对啊，三我吃红梅咯。你会当，你当做福州红梅，但门啊，哪有富门口的啦？福州红梅一份五百块，啊来这啊十粒做红梅。香梅梅啊，我吃过啊。来要吃三百块，我来看看我。我了了的啊，我无爱搁甲炸八七大队啊。这个监制好像礼拜五都会去中华那边买东西。监制好像每个礼拜五都会去。来三百块，来八杯哦，来十杯哦，你好不？无人买金钱哦。阿姨，你要煎肉吃啦吧？阿姨，我还讲你卖买三百，你两包换转。好好，去去给阿妈收钱。阿妈收两百。两百块阿爸，你当作我个阿伯阿姨两百呢，系哦。来，一盘就是两百，你要吃几钱嘛？真的，吃你有肚贵无？不是我烦恼的，这钱肚骨会乱会变卦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最后一箱我无啊。十八哦，我搁三个，你无买五个人去买着呢。来，两百块来，将开好啦，等于你免开伊啊，做方便。去考虑啊。两块两百，你卖歪，这款就是两百，来前面收钱，啊，这个落来，十六条的来，十六条的，来，还要看了，来十八条，五个而已，两块，五个而已，十八条喽，五个吗？找完了没有？赶快找完，不要说了。撞我干？你来撞我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我撞他就。来，两百好不啊？阿姨，他过来这里叫十块哦。哦。两百好来，你这边哦啊，最少我冲起来就让你蒸啊，蒸愈吃愈香。来，两百好来，爸阿姨，来，小姐你也要，等我一下。
跟我上面一样。没经过吗？可以啊，进去。过来啊，抓去啊。哦，什么货？来拿去啊。都在你那边呢、啊。来，都来，快点。哦，谢谢。啊，谢你，先黑吧，去，先黑吧。哎呀，无要拜伊啊，先来，你好。来，几户的啦？一期没有了，一期明天没有几户的啦。我啦。我袂了啊！你家己，你要经销销的无啦？看啥物件了，我袂袂经销起来哦。白大哦，白大已经三百单无卖了。就我啦，你安尼我袂袂注意啦。我啦，来三个啊，春节哦，无啊哦。干啦，一只一百，好你买袂到三个啊。即若较大只一班啊，一百就二啊五。哎，你偷啊！网上看比较帅。什么东西？你头啊，看什么？看谁比较帅？这好朋友，来三百荷兰。你来我抢我那边。哎呀，你啊，你来啊，我抢我那边。多一斤啊，多一斤。上一个台的蛋。多一斤。凤山店跟前镇店，好不好？草芽店，来三百。一百五，还吧？刚好的。阿姊呗。对啊，阿多啊，阿多你上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这里，这个汤包可以了。我大哥上来了吗？汤给了，青椒了。哦，我汤泡出来，大青椒都有啊。都有啊，这嘛有啊。我现在现看，我都有三米点，这嘛全部拢出盘啦，油大哦。就那蓝蓝山山，你也搁要再多呢，拢未欠呢。啊，我有要先帮我买。我硬是无讲，也要欠是你。人家上。